您有事吗？大块鱼肉刷上酱汁，豪迈的盖在饭上，巨无霸招牌握寿司一字排开，相当壮观。尾鱼、鲑鱼通通都吃得到。花莲知名的寿司店累计5000多则评论，不少网友朝圣打卡。不过近期老板却收到让他傻眼的一星负评。0423地震当天，有顾客要到店里用餐，他表示明明 Google 上显示营业中，结果大老远跑来却没开，气得留下一星评论。结果老板也暴气回呛：大地震，人命关天，停班停课，难道不知道吗？是蛮难过，可是重点员工安全啊，好、哦，他就是余震很多嘛，都是5点到6嘛，我都叫员工先休息，他休息就是。那天就我们没有开，老板喊冤，考量到余震不断，就怕员工上班不安全，因此选择临时公休一天，并且在网络上都有发出公告。事发后，不少民众也留言力挺，莫名其妙，奥克无极限，为什么不打电话确认？花莲已经很惨了，不要再留了。我希望花莲的旅游业可以像之前一样嘛。顾客没注意到店家公告扑空，还说要一心开炮，事后被纠正，疑似已经删文，只顾自己吃，却忘了花莲灾区保命第一。留言被截图，也在网络上掀起一阵讨论。森林新闻吕彦黄正杰。